准备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起来耶！掌声鼓励。看后面那个樱花多漂亮，对不对？现场大家都去拍樱花，都没有人要理我们主持人。但是我们要宣布很重要的讯息。照片确实是非常非常美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还没有走动就感受到说这边的人情是那么的温暖，那么冷的天气还有那么多的民众共同要来赏樱，这个表示说这个地方的樱花季已经打出了整体的一个名声呢，跟受到各界的一个瞩目，过年期间呢可以来这边赏晚的一个场所，所以才有催生今天2018首次的2月3号到3月11号，是不是总共27天的夜莺祭的一个活动？真的，这个夜莺祭的活动，我相信绝对可以使大家那个非常的赏眼，也可以使大家在新年期间内能够好好的欣赏我们樱花盛开的时候。